水性卷饼的改良就是它不像一般水性卷饼会太软，会容易塌掉，然后也不像一般果冻会比较硬，它就是有点 Q 弹，但是比较软的那一种。然后旁边那个的话是香橙雪酪，哦，对，可以，然后可以搭着吃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这个我帮你收一下。